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咱第二首段台联之声留一点时间的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台联党董主席，留一点哈。来，现在继续讲的，就是这个，在咱应该啊，咱的收听范围包括高雄啊、大高雄啊、大屏东地区啊，以及台南市哈，诶、啊，较南边啊，哈、啊。这个较我高雄这小可收会到啦吼，咱个电台的范围吼。诶，即马敢若宜兰嘛有啦吼，宜兰这固定时间嘛有。好啊，这个广告拄啊是小讲遐，高雄小讲啊，所以应该有一寡在地人知影吼。啊嘛，应该有人看过啊，因为虽然大叔一讲就向拆掉，但是呢，这个人会小报嘛吼。啊，无电视，伊只哪知影吼？那么，这个有诶。报纸甲电视，唔系为网络甲电视，甲阮报讲啊，做啥物？快闪广告，反正一定要你只报告，这是错误的讲法哦。快闪的意思讲，阮即个广告就挑工，家己打出，啊，打一工，我家己甲拆掉，啊，唔要快闪，哦，快闪的我打出来，家己就像迄啥物快闪族安尼，啊，几点几分几秒，啊，但对，哦，三分钟，大家见面，哦，拍拖翕相咧，哇，照样。快闪族，即摆的人嘛真无聊，一些创还是咧创啊哈。台联嘛未真无聊，看我一块广告，虽然那所在是阮议员吼，国民书记替阮找的，无租金啊嘛，说制作经费、制作经费一块凊彩嘛，几千块一定挨啊，对不？看我无咧十八岁，无咧钱收济哦，什么搭起搭一工起，我哪个拆掉哪有可能？要求过的高雄市政府韩国瑜的高雄市政府来拆的啦，啊拆你以为本身啊没有什么申请，那在那边放狗屁，对一地高雄的这个看板哦，爱申请啊，地位讲你硬砸着路，对吧？还是讲内底内容不堪入目，我冲去地摊有啥物不堪入目？啊，到韩国瑜的大头顶悬五千万啊，你个定安尼尔哦，这几只就反正引起争论。我问阮咧制作单位有诶讲啥物五只，有诶讲六只，无讲七只，那有可能当时遐一只蠓仔去顶一个人诶金光头，蠓仔顶乌角，吓，怎啊？即句话叫蠓仔顶头壳。你说你做市场，无你认真做，吼，啊，做甲只灯壳都一直走出来，啊，政按中央政府拨钱拨啊侪，互你速度嘛足紧，啊，你都怎？当时那天，我讲啊，怎么砍拖就砍拖中啊？你实在太乱来吼！你这有啥物执政的能力啦？咱讲实在吼，实在笑破人的嘴吼！啊，给你消遣一下吼！啊，因为咱这吼，咱若无用一挂幽默感，有一挂咱这个选民吼，有的是骂是干骂干，你甲有一块无一块好吼？啊，有甲天的是天干，我未出神啊！你就是不是你，只是对吧？你我。讲这个广告作简单的原因就讲，这不是什么大吼，依然台湾起码的水准吼，这防治的水准啊，跟咱的经验，这拢小事，小事你都创袂好啊！你甲我讲什么？要做总统啊？也死人，这台湾人慢慢水准嘛较悬就是了吼。好，那么这个广告吼，这个我是要安尼讲啦吼，讲而且因为这个一个。去用拆掉，啊拆了，外口我搞不清楚啊，有媒体是不讲啊，恁台联是创啊，啊恁他通着广告啊，创一工就甲拆了，都韩国语，无一定韩国语叫人拆了呢，都是伊啊边只糟糕一块，唔正经，哦，去拆嘛，啊你找什么理由？没有登记，没有，就一个广告登记了讲，哦，准时啦，准讲好啦，等啊无你讲讲一通知我去报啊，报取消啊，敢袂使？哦，就靠煞唔知去影响到恁的。恁个头家啊，听恁头家总统选无掉，无再来佫进一步佫恁对高雄恁去中央去哦，啊就是出来欠，咱个破烂组兼了别个组就是夹夹做伙安尼啦哦。你上我做前两天啊，佫去上电视啊，佮李新英后生国民党啊，佫伫遐替辩解。不然这个吼、哦，这个没有做规定。我甲你讲，国民党时代查禁甚物党外杂志甚物哦，袂使机会有行。伊拢有理由啦，大家嘛理由啊！伊若要甲你掠，拢嘛甲你编一个什么啊？你是贪污五千块，啊什么？你是安那？拄安那？什么妨碍公务？拢嘛甲你讲讲遐话无啊？就要无让你出现就对啦，讲啥讲啥潲，煞唔知啊！
国民党这老套了，我还搞不清楚吗？嗯。一但是吼，安尼我讲是也好啦吼，你我安尼吼，想一个创意出来，啊你都要紧张到要死。结果一个听，因为网络顶我听讲，我一个朋友讲，哦，恁的点阅率几啊万的，哦，虽然你的看榜无听，前后一工啊一工过路客啊开车开啊多摆，反正到达看过的人都无三千个的吼、哦。结果网络一个碰一下，讲哦几啊万人点阅过啊，我咧靠呀！宣传效果顶得较好，嗯，结果一个吹哦，即摆足侪人卡来讲，来我这一地，你看看，我这一地好，一地足大地哦，嗯，台中即摆有人开，高雄即摆可能要应征，啊，准备来征求这空白啊，要还两面钱，但是即摆较无钱，看榜哦，看榜讲真个啦，你若好个点，哦，制作费是无悬啊，制作费呐，中南部我咧看拢才十外块啊，一采到一笑一笑安尼啦吼，啊，规张投起来几千块啊，成万块都有啊。但迄有阵啊租金吼，一个月都要甲你两万三万，都要甲你做咧，迄台人的财力实在无遐好啦吼。啊，所以就，吼，但是呢，即马讲有人吼，是台中有一个要提免费提供，台北罗州嘛有，罗州嘛有一条，啊，这来，哦，这个袂歹，这个有介，这个安国语。头壳全帮阿你定吼，这个画面我有介意，阿你用我先变钱诶，所以即摆等你赶工就对了，这两天正在赶工啊吼，嗯，啊这来讲真诶，那韩国瑜国民党初选无贵，这张嘛无啥物特别的意义，靠遐人都无咧选啊，你搁咧讲消遣吼，啊但是也有贵哦，啊这张可能会当搁打十股吼。讲到这咧，我来讨论。兼讲一寡国民党即摆选啊无啥啥吼，啊咱未少民进党诶人，我听诶人吼，听足侪地方吼，你操作讲来，接到国民党诶民调，咱都爱讲即个韩国瑜啊。虽然韩国瑜诶韩粉就是讲伊一条哦，气势如虹吼，你啊看咧凊彩考着几十万人诶，哦，较歹诶，增卡所在毛几啊万人，啊，这气势上要甲伊比吼，有诶，就韩粉啊，但。徛伫有一寡较深入个民进党个角度，会认为讲，你韩粉较好拍个吼，这高雄市长才做半当尔，都安尼哩哩答答啊，吼，啊一大讲话使乱讲，吼，啊党，敢若因党内就得失一堆人，这是变哪选总统？你看咧，吼，这后壁啥物事，左下坡已经开始啊，或者你，都逼一两件吼，这，吼，假咱就莫直接讲，啊，唔是讲假啦，真假部分咧，咱就莫直接讲，吼。啊，但是呢，有诶物件都看现现咧，巴肚都无内在，啊，讲话出来叫笑，吼，啊，做诶工课不得不吃，吼，啊，这人愈侪，咱尾下都，咱立毋知会赢，吼，民进党毋知会赢，啊，搞样，啊，所以有人去操作，讲民调都来讲韩国语，吼，不过我看，这当然是一部分，因为重点是安尼啦，吼，韩国语若出线，我咧要郭台铭一算也未算在考虑，吼，吼，啊，但系郭台铭出线。哦，我感觉较歹算，这是事实吼。所以啊，这原因足简单，就讲，那万不利吼，万不利，这个王金平伊起码过声明讲，伊可能未推动选总统啊。哦，啊那安尼伊是咪要一个灵活的变通，就是讲伊挺什么人？嗯，啊伊那挺万不利，伊那是甲郭台铭夹啊，这就歹啊呢。这钱也有啊，跳啊脚啊目睭睭吼。啊！这国民党上厉害，去招这个组织战，吼、哦，跳啊卡战，就变作，吼、哦，可能性就来了。啊！你韩国瑜讲啥？韩国瑜呐出线，吼、哦，伊若无在了动员这基层的，吼、哦，台湾人的这个选票，我跟你讲，伊吼赶快来包起来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局到底安那？咱台民党先无咧管遐济，阮是无咧管国民党的选情，但阮要讲就讲啊。像这种的吼，大人无欣赏这种无内在，啊，伫遐一支水壶里伫遐乱转，安尼也会当转甲着高雄市长无代志，即摆要阁骗总统开来做，太有人安尼，台湾人叫笑吧吼、哦，所以阮就用这个消遣的方式吼、哦，来甲针对这个吼登革热甲伊的头壳吼、哦，啊甲伊头脑内底咧想的，为讲我想要选总统，啊无心伫高雄，这种吼。这个也是讲，无数八街路这种政治就，
大家爱看清楚安尼啦吼。好，所以这个广告吼，阮就了晓得是各地方有人主动欧宴赞助的吼，啊，阮会把这个镜头佫佮搭起，就是网啊顶头壳，嗯，这张相片吼。好，咱第二段讲到这吼，啊，休息去进入第三阶段。我自退休了差不多十几冬的时间，就是参加政界的有接触，啊，一直在注意各党伊的这政策，啊，所以这十几冬的我的观察啦，就是讲真是有爱台湾的政党，到现在为止哦，只有一个，就是台湾团结联盟。啊，你讲起来其他的人会足生气哦。但是吼，这确确实实是我的观察啦。有的当然是台湾的主体啊来得到政权，但是讲较真实的民主进步党来讲起来，已经有十几冬的执政，这时间对于台湾主体性、台湾的主权的维护，有做有啥物明显的贡献了无？事实上。我讲一句话是无，啊有诶呢是讲台湾团结联盟，即边明年诶一月十一日，看有法度台湾诶人民崛起起来，对正实爱台湾诶台联党给他一个鼓励，起码议员诶票投给伊外，政党票一定爱投台联。我讲一句就是讲，即边的。民进党的执政，事实上应该要好好感谢台联。台联在2008到迄阵马英九执政了，在2010到2014这三四党啊，他对于这个一句话的问题，对于服贸的问题，用足大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在台湾，我相信是差不多有600几场。较低，应该是较低啦。啊，因为是有台联的宣传，台联的对于人民的启发，才有2014的太阳花的运动。啊，太阳花的运动，会使讲是改变了台湾的政界的版图。啊，但是这个改变的结果，说不定也是民主进步党得到几乎所有的利益，台联党呢？反而在选举之中是落败，所以我这个呢，我实在是到现在为止还是念念不忘，所以这一期一定爱活化对台联，进党票一定爱到台联，给他一票，好不好？谢谢。